silent scan.勇士之魂从未破灭，我的勇士，你终于来了。勇士之魂从未破灭，我的勇士，你终于来了。联邦的战士从不惧怕战争，为了心中守护的那份信念，死又何惧？爱情的味道是什么样？真的好想试试啊！身为王族公主，我一直想拥有和平凡人一样纯真的爱情。为了胜利，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，哪怕是生命。有没有兴趣接受学姐的个人特别指导呢？不要太相信眼睛看到的东西，要学会用心去感悟。邪恶永远战胜不了正义。看看，可是
心声，好吓人呢。啊，真的太可怕了，谁能帮帮我？啊，真的太可怕了，谁能帮帮我？等我把地球戳个洞，才能找到这矿中的宝藏。让我算算，你的到来将是一个预言的开始。我要用我这充满怒火的剑刃，粉碎那些丑陋的灵魂。我要用我这充满怒火的剑刃，粉碎那些丑陋的灵魂。暴风雨已经来临，释放你心中的怒火吧。
治军不严，军纪涣散，危害的是千千万万子民。我想，我该做点什么了。新的魔能研发已经接近尾声，也许我能拯救这个世界。我有一种预感，真正的黑暗才刚刚到来。荣耀与圣光同在，为了那些无辜的人，我愿奉献出我的所有，哪怕……愿神的荣光能够保佑所有无辜的人，我愿为此奉献我的一切。愿神的荣光能够保佑所有无辜的人，我愿为此奉献我的一切。愿神的荣光能够保佑所有无辜的人，我愿为此奉献我的一切。为了胜利，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，哪怕是生命。年轻人，我想这里会因为你的到来刮起一场前所未有的风暴。意志之火永不熄灭，我将誓死捍卫神的荣耀。意志之火永不熄灭，我将誓死捍卫神的荣耀。利益与风险同在，伟大的商人就应该像伟大的战士一样勇敢。利益与风险同在，伟大的商人就应该像伟大的战士一样勇敢。我要用我手中的剑士，一剑射穿魔族的心脏。
我要用我手中的剑士一剑射穿魔族的心脏。情的味道是什么样？真的好想试试啊！有很多双邪恶的眼睛在窥视我，我该怎么办？总感觉有很多双邪恶的眼睛在窥视我，我该怎么办？